也是好怀旧的一首华语歌曲。那在40年代的时候呢，有一位非常出色的一位歌手，他叫做白光。哇，他的歌曲呢都好有这个韵味。然后这次的那个点单上呢，也有出现了他的一首成名曲。那这一首成名曲呢，我其实是挺怕的，因为学的时候呢，我常常会觉得，哎，会不会有鬼在我的后面？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《我等着你回来》，请大家，谢谢，谢谢老师。Thank you.